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Ken Ken Sir。今天教大家怎样去做一个白兔仔嘅。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只需要用一个260的气球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用一个白色的白兔仔。跟着我们先将它绷张，用这个手绷。绷到它大概剩下一只手掌到的尾巴就已经足够了。跟着呢，我们放一些气，打翻个结。好，跟住就可以正式开始咯噃。一开始我哋只需要用三只手指的单结做佢头的部分，然之后就做佢耳仔啦。耳仔咧，因为兔仔就比较长少少噶噃，我哋大概用两只手掌的长度，咁就做两个出嚟，因为是双结嚟嘅，做一个双结，咁咧佢嘅头部就已经完成噶咯噃。再嚟，我哋咧就做一个两只手指大嘅单结，系个颈部嚟嘅。跟住我哋做一个三只手指大嘅双结。好，理埋佢之后咧，就可以完成佢前脚嘅部分啦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做一个四只手指大嘅单结，然之后我哋直接做一个环结喺最后。剩翻少少就得噶啦，剩翻最后剩翻一个波仔嘅部分，我哋将佢拧埋佢，变咗做环结。好，正确啲应该咁样睇嘅。啊，咁你会见到后面好似咁大个咁样嘅一个后脚，其实佢系坐喺度嘅。咁点样坐喺度呢？我哋只需要咧打开个环结，塞前脚，即系嗰个三只手指大嘅双结。入去环节的中间，会咁样咧，佢就可以好似坐喺度咁样啦。呢个咧就系佢嘅动物身体啦，坐喺度嘅白兔仔。好，如果你想再靓啲嘅话咧，咁我哋咧用支笔加翻啲眼俾佢咧，咁就会靓啲噶咯噃。就完成了。